这不要的骄傲。赢的比较多，你们输的比较多。少来了，但是我们赢的比较多，你们可输多了。哎，讲话这么嚣张，小董嚣张，你别傻眼。八哥和老婆总总是憋，张信哲哥哥不胆怯，蔡小虎转音会拿捏，张宇音乐制作下心血，接下来下班是周伟杰，连环炮下了挑战帖，一定要帅哥大对决，大对决。今天连环炮又邀请了好几位帅哥来啊！哎，连我们两位，那总共是六位帅哥。帅哥哎，怎么有人这种声音啊？太高兴了，上厕所。我张信哲平常讲是年轻朋友认定的帅哥。那个少英不要钱，哎，家长来是吧？没有啊，您爸爸来。刚没有给他钱，他就这样，很支持你啊。哎，不过张信哲这次这个专辑可以说这个相当不错，谢谢。爱如潮水，对，平常讲对我们连环炮真是啊，功劳非常大，为了我们连环炮节目内容非常好，不惜的出卖好朋友。金城武上的樱桃树下，金城武已经被你们弄得体无完肤。对啊，从此翻脸了。哦，对啊，因为这样跟你绝交有没有？没有啦，但是没有，不过已经很久没有再碰到他了。千万不要再碰到他，你就惨了。那么欢迎这两队来啊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两边的拉拉队，这个音量怎么样？好，来，音质怎么样不重要。欢迎小董队啊，喊加油哈，妹妹，钱仰仗你了啊。来，小董队。多少？132.2。好，来，先换我们了啊。加油！谁声音比较大？好了，干嘛？我们尽量靠近你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吧，声音好，带你啊。我们讲，一二三，加油啊！一二三，加油！132.4。你刚刚多少？132多少？我们132.7。哦，我130.9。哎，来，你看看，139.5。这以第一次为主啦。第一次140几，133.多少？是嘛？我们133.7嘛。好，恭喜你们！好，可以的。每一位小董队、拉拉队呢，可以得到呢高级的休闲视频。好，来继续，你们队派哪个出来看？我们队派这个周伟杰，哎，周伟杰是吧？嗯，好，来。1、2、3，哇！129.9，我看到了。好，来，那你们这队呢？张信哲，张信哲，张信哲哈，1、2、3啊，1、2、3，哇！130.9，哎，来拿500块钱来，啊。恭喜张信哲啊！就靠张信哲去拿走了500块钱。哎，你音色怎么样？不管了，音量不是盖了，对，一流。够大的，好，没关系。一开始给你个甜头，让你们有挑战的兴趣，是吗？是。好，再来。今天我们接着下来就有很多其他东西要跟大家比赛，给大家看了啊！别忘记收看我们的《现金满天飞》明星对抗赛。啊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好，我也是很有信心啊。我们这边根本不要问啊，绝对没有问题的、啊。不需要信心就可以。制作人啊，这位呢，女团委，这周伟杰啊，嗯，没有问题。嗯，好，来，老师，音乐请下。你家的，哎，就上了嘛。你的天里生。人在门外，人乱在门外，先不管你有些不应该陪你吃饭。好，来，这个张宇好好唱唱，看你这个人感觉怎么样。来，周伟杰你休息一下，别讲话啊。站 A 嘛，来。你家大门，你家大门，你听到电铃声。已经新人嘛，来表现一下歌艺怎么样？来唱首老歌听啊！来，老师音乐。敲开你家大门，你家大门，我听到电铃声，不知道谁来。怎么样？
我就说嘛，是是，怎么样？你要不要挑我们的？你们刚刚听到的不太好，是吧？对，现在来听更不好的。蔡小，蔡小，我没有说会唱，你会唱吗？我会，他会啊，最少可以跟他们一样。好呀，好，来老师，来来。一家大门，一家大门，我听到电铃声，哒哒哒哒哒哒。这个电影好像变成唱评剧的，没人敲锣，就是张信哲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？最起码你要比他们三个多唱那么一句，好多一句哈。来来来，想敲开一家大门，一家大门，一听到电铃声，每个人在门外不停。我突然想到了，好吧。这个呢，那个观众怎么会没有四个没有风度，四个都一样，大概在三句以前就挂掉了。想调侃你家他们，好，来我们下一首歌，好像闯空门的。一百块快到地过乐园来，红领流浪的小孩，小虎队啊，小虎队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这个不要浪费时间，我是觉得张信哲或许会唱，如果他会唱的话我们就得分了，好吧？哎，会不会唱？这是小虎队的歌啊，他叫小虎都没上来唱。哎，那你也关呢？我是小虎队的爸爸啊。哎，他是老虎，老蔡老虎啊。那你会不会唱？不会吗？啊，来来，我们来音乐，来来，张信哲表现一下。走过午夜别徘徊，快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，不要担心。真是要命，这个单位你们管得这么紧啊，这个单位真是输不起500块吗？哎，真是，来下首歌，歌曲来。玫瑰花的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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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可爱的玫瑰花，嘿，多美的玫瑰花，多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她。怎么样？有没有问题？有，我们有问题。哦，我们没有问题啊。对，你我们有没有问题？那个蔡小虎有问题啊？蔡有问题吗？他唱不是，他因为唱得很好，所以我让大家再听一下。来来来，是不是我唱错就行了？对。多美丽的玫瑰花，多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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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可爱的玫瑰花，多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我愿像那平平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。我愿像那平平的风。在音乐这边，接着我们来进行我们下来题目的那个内容了。我们的环宇搜集题，请看，我问你们题目，那什么题目？请看，注意啊。好，请问这叫什么盐？来，我们计时5秒钟，来，什么盐？来，请问了，什么盐？哎，什么盐？花岗岩，花岗岩，花岗岩，花岗岩。啊，异口同声都讲花岗岩，差的蛮多的。来，我们看微笑掉到底是什么？请看。看到没有，这个条状的岩石跟刚刚在龙门岩的那个条状岩石是一样的。您知道答案是什么吗？就是雪舞石。这个石头呢，在澎湖也有，不过澎湖呢都是成为垂直状的，这个是横的，也是算是相当特殊的。您答对了吗？啊，雪舞岩，反正不要膀胱岩就好了。好，那么这题呢，啊，这两位呢答错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给人家500块钱，你们两位真是赔钱货。这是什么人道理？什么罪？武大郎玩夜猫子，哎，是唱歌没有唱好，我还很失望，说他们影片里能够答得很好，哎，好，那换我，我们来考你们了，来，请来，两位请仔细看了哈。我们台湾俗称它叫什么蟹？你应该知道嘛，来，我们计时5秒钟。
补充一点，这个椰子蟹呢，其实是寄居蟹的近亲啊，样很样的去寄居蟹。好，对，请回答，叫什么蟹？俗称叫什么？俗称叫什么蟹？不会，椰子蟹叫什么？叫什么蟹？五四三二一，巴拉蟹啊，巴拉蟹，巴拉蟹，你巴拉松奶奶，还有什么蟹啊？喝了巴拉松你会泻肚子，来看什么蟹？正确的答案是什么？这种稀有的椰子蟹呢，到底它的别号一般俗称叫什么呢？我们刚刚请问到呢，因为在海滩呢碰到这个椰子蟹的这个蔡姓著名，你说完它的别号叫什么？因为它叫做八卦嘛。然后为什么叫八卦？因为它有八只脚啊。嗯嗯。然后如果不会抓的人抓到，它的手指会咬断了。哎呦，所以我刚才抓我也不敢抓了啊。对对对。那你等一下打算怎么样？把它煮了吃？把它放生。哦。现在是列入稀有动物吗？是是是，它是国家的保护的稀有动物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呢要注意这个整个生态的保育。好，谢谢你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答对了吗？好，其实呢叫做八卦蟹，这叫八卦啊，八不是蟹，它主要是因为它那个背上长得像那个八角形的，像八卦一样叫八卦，并不是它有八只脚。刚才那个是我们在绿岛碰到最潇洒的人，据说是绿岛的刘德华，你觉得呢？这不是答案啊，答案是这个叫八卦。哎，各位没有答对，但是我们赢得了500块钱。嗯，好，那么呢两批之后呢，现在各位两边都多少钱呢？哎，准备被啃等一下。你们有多少钱？500元。哎，1000元。1000块钱。我们有五张，2500啊。2500元那么多。要扳回这一层的，好吧？好，我看你们的反应慢慢，我看很难。我们接下来的肢体要手忙脚乱的。好，今天我们现场四位来宾都是男性啊，这个刚阳之气太重了，所以我想从观众席邀请两位这个啊女性观众一起来玩，好吧？当你们那，哎，这边有没有要玩的？欢迎。好，就这位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位同学。这个玩这个没有别的，就是必要狠，懂吗？千万不要客气啊。你说找女孩子来这个调和一下，就牛跟他们讲要狠，绝对啊要抢到座位，不择手段，好吧？来，我们交叉站，来，我们交叉站一下。张应德，请站。张应德，来，啊，周伟，你站第一个，你就站中间就好了吗？好，张应德，你到这里来吗？好，哎，这样就开嘛，来了嘛，哈，那你就到这里来吗？好，好吧，好了，来，我们现在开什么音乐？老师，请了，哎，注意摆 pose 啊，哎，摆 pose， 来绕圆圈，哎，行走，行走。吹着哨子，声音哨，赶紧找位置啊！要摆 pose。嘿，到底谁没有位置啊？太小了。哎，第一个就被淘汰了。哎，各位 pose 还是要摆一下。嘿，太强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小妹妹还好吧？你对了，对了，就是要这么狠。哎，对了，对了。哎，他还在摆 pose， 人家已经在坐下去了。来，音乐，请来。嘿，哎，慢动作，太空漫步。嘿，天哪！对，你要跟他。跟我们自己对，你急什么？你要跟张宇挤了饭，您着急折戟。他跟阿紫在那边，欢迎送一下，欢迎送一下。来，音乐停下。阿紫加油！嘿，阿紫。周伟杰又被阵亡了。哎呀，现在好极好极了。来，音乐请来。嘿，2000块、啊。要地主嘛？你我前面走干嘛？往前绕圈子来，哎，要绕圈子来，哎，要绕圈子。这个不在，不好意思。这个不行，对不起，你看，对不起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个我们要讲好，我们要绕圈子，懂吗？这样不可以这样子嘛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这是在干什么呢？好像香菇一样，难看嘛，好不好？我们要，而且手不能碰啊，好来啊，来，音乐起下来。苍蝇我在。今天就是看到一个屁股会飞的人。现在呢，我们两边你是2500元，两边结个账啊，我们都要3000块钱。那我们呢？2500。耶！非常好。
好可惜，是以500块钱威胁之差呢输给你们了，要充公。那你们3000块钱呢？现在就是你们来分了，来分一下。好，恭喜你们。